活泼的中国，今次又带大家来到第十四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，我带齐晒最新的拍摄武器，同大家活泼的中国观众入去睇下我哋中国嘅武器究竟系有几咁先进，好唔好？好。积晒水，发晒霉，交点住人啊？点算啊？有边个可以帮下我啊？放心，有 V 家帮你。房屋渗水发霉，墙身甩皮，家私家电损毁，老鼠曱甴占屋为巢，呢啲问题 V 家楼宇保养帮你通通铲除，统一自家员工，统一严格要求，统一管家跟进，统一现场视频反馈。统一服务标准 ，V 家360度无死角帮你保养房屋，房屋保养就找 V 家大湾区楼宇保养服务啦。有 V 家就有安乐的家。哇！呢架机咧，直情好似卡通片咁啊，云影啊，呢架叫做哇，呢架无人机监察晒所有，直情你系嘛，无人机飞上去就可以射炮弹出嚟嘅，系咪好型啊？型到爆啊！云影550T 啊！CS550T 啊，嗱，我整支360俾大家睇埋个背脊系点样啊？服务做到全套啊，博士频道。呢架嘢劲抽，又系主角。睇都唔知咧，咁多无人机，头先我系得嗰两只，几多无人机啊！我而家真系无人机世界，即系同买嘢一样，线上啊！我哋睇下，大家睇下，我呢啲款咧多到我都唔知系咩。喂，呢架要过嚟啊！喂，黑色呢架咧，大家有冇睇变形金刚啊？即系变形金刚嗰个样啊！喂，咁鬼型嘅，呢架咩嚟噶？叫咩无精八无人机啊？无精十呢架右边嘅无精十，左边嘅无精八。我而家明白点解外国咁惊我哋中国啦，我哋咁强。哇！
唔止嗱，呢、這个运输机呢个位置我近距离睇到咁多运输机，坦克车都有得影啊！坦克车有睇喎，原来咧嗱，头先我喺嗰个记者位啊，好大嘅广场，一望无际啊！我偷偷地话俾大家听，我本来想去厕所，到而家都仲未去啊！我哋嘅軍備，我哋航空嘅發展係顛到啊！即係狂魔叫做嚇，即係除咗個基建狂魔，其實我覺得而家我哋航天啊，同埋我哋啲軍備都係狂魔嚟嘅。